双环成人节。双环成人节是把绳子对折打一个成人节，特征是可以打出两个大小相同的绳环。双环成人节打好后可乘坐在上面，使用在紧急救助及高台作业上，不过不适用于失去意识及伤者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抓住绳索的人身上。小绳环调整到可以伸进一只手的时候，可以更加安全的作业。也可以调整成三个大小相同的绳环，根据用途而定。